So let's meet the show's breakout superstar. Take a look. Hi, Jay. 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，有那么多的人去看，那对我来讲的话，算是跟国外的一些观众一个比较正式的见面。 So I hear you didn't even really want to be a star, is that true? Yeah, but just one thing I'm pretty sure. When I'm on the stage, yeah, and hold the microphone and I sing, I feel I'm so real and so special. Like everybody watch me right now. 所以我还是希望更多的表现一个东方人的特质，我不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老外一样。我希望更多很东方的、很自我的一些东西，不管是在我的唱、在我的穿着打扮里面，我希望是这样的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一个方向。今年是建国60周年嘛，对我来讲的话，我其实只经历了中间的24年多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24年多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变化。我们国家的发展非常的快，不管是说在基础建设，或是整体，还有包括我所喜欢的音乐这一块，都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能力的人投入到你们所喜欢的，或者是说你们所擅长的职业当中，能够把这个速度再提高，把这个质量再提高，让我们的家、我们的国、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加的强大，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充满乐趣。现在有时候啊，我走在街上，真的觉得这个中国好像都变了。我的那个时候呢，在我念书的时候就是灰暗的，天空也是灰暗的，房屋也是灰暗的，楼房也是灰暗，人的情绪跟脸色什么都是好像很困难的样子，都是很灰暗的。现在呢真是五颜六色，非常的漂亮。我就有时候看那么多的绿树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中，我也有时候